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今天做一个烧牛腩。你看，他就给他阿公两个。锅洗完，来看去，还没有。下面点点萝卜。恁萝卜水够满足啊。好麻烦。永远也会啊。
那牛肉很多，我觉得筋也蛮好吃，牛腩蛮好吃，沙还蛮好吃。真的好吃。